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《经营模式》，我是 Special Temple。OK， 那我们继续上一章的进度吧。我发现这个游戏它不是存档，或是你想在哪存就在哪存，它这个是一个章节一个章节的。所以之后我们可能这个《经营模式》就是一个章节一个章节结束。所以上一章基本上应该是可以把这个章节结束了，但是它没办法就是存档或什么的，所以上一章那个贿赂那个呢，可能就没了。但是这没关系。我们从这边开始，但头上还是有冒金叹号的人，所以我们还是可以去找他们，然后看他们有什么事情要给我们啊，或是要贿赂我们之类的。OK， 希望等下不会有人打斗之类的。What the hell？ 你要干嘛？哎，那看起来口气很差啊。啊？哇哇哇！哎，那个辣椒水，辣椒水。哇哇哇哇哇！两个，再打！你很喜欢打！哎，三个！那个什么，电击枪！哦 shit！ 电击枪！电！那个什么，警棍！很喜欢打！再打！这个也是，再打，很厉害，打死你，够了没？打够了没 ？OK， 好好的放风不放风，喜欢打，莫名其妙。OK， 再把这个送走了。OK， 看谁有要闹事的啊！马上让你喝辣椒水。OK，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到底要干嘛。看起来不错，会想搞些钱哦。这个也是一样，就是要贿赂我们嘛。明天会有包裹送到监狱哦，那就跟那个一样。哎，你不要来打我、哦，你敢过来死定了。啊哈，有一个办法对一个一包每件东西哦，所以它的包裹就是里面所有的东西。就是都不要没收就对了，所以他先给我一半。OK， 发生火灾，怎样失火了是吗 ？Oh my god， 这个监狱怎么多灾多难呢、啊？这样可以吗？这样？天哪、啊，这监狱到底有什么问题啊？放风完成，再拿喷他们会怎样、啊？今天偷了别人的东西呢？OK， 这样还可以成就解除。所以检查包裹的时候，那个 Steven Miller 的东西留下注射器，是留下注射器还是全部都留下 ？OK， 放风时间结束，我们要进去了。好，跟警卫室的警卫谈话。太夸张了，我一放第一天上班就看到那个犯人直接冲过去打其他人，然后这么喜欢喝辣椒水就对了。你可以和你朋友休息，可以用娱乐节目打牌什么的。哦，这边是休息的嘛？啊，有事找我啊，和你谈谈，顺便准备好学习一些技能，它是如何运作的？所以是技能嘛？这还有技能这种东西啊？OK。哇塞，太猛了吧！这是什么？我看一下，搜查一级，囚犯和牢房的搜索速度提高了5%。这些什么？接受更大贿赂的几率。哇，这个接下来就是一定要这个嘛？我就是要钱啊！要贪，在监狱里就是要够贪，然后跟犯人打好关系。没，我也不知道哎。啊，这个是什么 ？OK， 我们先买这个吧。OK。哇塞，那这个游戏就等于是说，你要嘛就是让犯人尊敬你，然后你要对他们有一些事情一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蒙混，让他们蒙混过关；要嘛你就是公事公办，但是会搞得很可能很多犯人对你很不爽，然后。我不知道这个对你的职业或是升等会不会有帮助，还是什么啊哥的，
就是导致可能你会跟犯人关系比较不好，会很比较不好过还是什么的。如果是你们呢，你们会选择跟犯人混好一点，还是要公事公办呢？有东西就抓之类的。我不知道。OK， 哦，这边就是检查包裹了，所以 Stephen Miller 的包裹是这个嘛 ？OK， 我们最后再检查他的。其他人的包裹没有说要那个嘛，他没给我钱啊，所以只要有发现违禁品，我就是一律收啊。OK， 这个人的这里面没有东西。OK， 那这个是什么？啊，针头，充公，书，是书，好，没什么问题。然后放这边 ，OK。然后这个也是别人的，这种东西有点多。What the hell？ 哇，你居然有这种兴趣啊！我真的是 ，OK， 我不会批评任何人的一些兴趣 ，OK。然后这个人应该没有什么违禁品吧？一定是有那种正常的囚犯。不会有任何啊！但我没说违禁品药丸充公啊！但我没说啊，想说你是唯一一个正常的。哇，这里面塞一个针筒，有没有搞错啊？这什么大麻烟吗？哦，烟充公，谁叫你不来找我呢？你如果给我钱，我就会把这些东西通通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，就像这位 Stephen Miller 的包裹一样啊。我来看他这里面到底有什么、啊、巧克力，我会吃一块啊。这里面这个是什么针头，留下不管。然后这个也是像针头，到底需要多少针头啊？你是嗑药嗑到头壳坏掉了 ？OK。那他的东西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就让他通过。新人报告，我需要你啊、有什么问题？这个地方有人负责人弄丢监狱的钥匙，所以要去找钥匙是吧 ？OK， 在这三个点，我去看一下。一个是在我看一下右上角，监狱的庭院有钥匙丢了。哦，钥匙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焦糖蛋糕，太准了吧！现在还有蛋糕可以吃。然后我们再去另外两个地方看一下，可不可以找到那个弄丢的钥匙？这个后面这里面。啊？哦，这里。然后再来剩下的就是这个牢房吧。你们两个在这边干嘛？不好意思啊，打扰一下，我只要拿个钥匙。下次还是小心点吧。你再和一个长官说话，注意你的语气。我直接对长官的语气不好，直接被呛。哦，所以还有少一个，那少一个就不关我的事了。接下来是好像是休息时间嘛，那种休息时间我是不会。我是不会去玩什么东西的，我通常都是跳过休息时间。下一张有空的话，我们再来买一下食物吃好了。去牢房晚间考勤检查，所以在哪里啊？哦，这边。哇塞，这个各个牢房监狱啊，各位千万不要坐。哎呀，上厕所啊！来，转过来，转过来，我看，我看，我看。哎呀，不要害羞嘛。哇，为什么每个都在上厕所啊？这边没办法、啊，在监狱里面牢房吃牢饭，吃饱就睡，睡饱就吃啊。人生就是吃拉撒惨。OK， 所以就是要点人数，点人数，点完记得关闭牢房，所以要强制他们每个人到牢房前面站好。哎，自己眼睛放亮一点啊，到牢房里面站好。哎，应该是这个吧。我跟他讲一下，哈、啊，我是为你着想，我都拿到了，很感激啊！拿钱来啊，剩下25块哦，期待不久，合作愉快。
Nice 哦，我这样就直接赚了50。所以要拿计数器出来计犯人吗？我先把每个犯人都赶到他们牢房前面。哎，你不要闹事好不好？回去你牢房啊！我不想听这个，回你牢房。哦，你不要给我动手！哎 ，Oh shit！ 电击枪，电击枪，电击枪啊！你想闹？你想？哦，你不要给我过来！你不要给我，不要给我过来！你很会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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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会打。哦，有一个不怕死的来了，电击枪，电击枪，不怕死是不是？你又被电又被打，很高兴嘛，很高兴嘛啊！很会打，闹事闹事，哦血哦血，他们打人超痛，闹事闹事，在闹啊在闹啊啊！看到没，各位小心一点啊！回去回去你的牢房，你不要再给我过来哦。OK， 这个，你到底是要回去了？去牢房。真的是哦，就回去牢房前面站好，有这么困难吗？哎、欸，你是要等你们吧？喂，你再不回去，准备就被打了哦。哦，又一个动手了，回去，回去啊，回去牢房，回去牢房，回去你牢房啊！每个人都乖乖回去了，你就喜欢被打才爽。天哪，真的是，赶快回去！我这边这个准备要算人了。天哪，我被打到流血啊！他们打人超痛啊！哦，可以算人数了。OK， 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啊，怎么少一个啊？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，你刚拿到毒品就进去绕赛，所以哎、欸、少一个人，请问是怎样？我去看一下好了。哦，把门关起来。哎、欸，如果你结束了计划中例行突发状况，去警报室。OK。哦，哎、欸，好帅哦！你看这个，然后门就关起来。啊，在里面好好的睡觉吧。去警报室跟警卫说话。咚咚咚，看我超快的速度！咚咚咚咚咚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这边吗？OK， 怎么样？准备好进来报告了吧？是的。哇，直接升等呢，金钱加250，就是除了他给我那个50块嘛，就是我是直接被贿赂。然后尊重点数，尊重警卫的尊重59%，囚犯的尊重-2，是因为怎样？我在打他们吗？还是没有给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？我不知道。OK。那这张应该等下就是直接下一张了。哦，没错没错没错。那这个的话，我们就是下一张的监狱模拟器再继续。哇，看起来很不妙啊，这个。那就请各位期待下一张的监狱模拟器。那一样，今天这张就先到这边。希望各位喜欢，一样老师希望你配个包个赞啊。如果你是新来的观众，喜欢我，你配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欢迎各位在底下留一个分享影片。那我们就在下一张的监狱模拟器再见喽，拜拜。